姐，来两个饼。加蛋加肠的啊。干啥呢？什么呀？你车咋开的车你？你喊什么？你车给我下来！我操你妈！快！别碰我！你车不服是不是？不服了！警察正常。我操！那条路上，你跟走的时候啊，千万别回头。有人还在这附近闯进屋。极端的情感。昨天晚上那个夜魔又出现了。你去的不幸。我想我实在太爱他了，所以他就躺在床底下。诡异的真相背后。你杀了他，是为了跟他在一起。是心灵的魔障。十足的荡妇。国华栏目剧重磅推出《古镇奇谭》第三季。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这里是普法栏目剧，我是主持人王小雷。我们今天为您带来古镇奇谭的第三季月光水塔的故事。我们这故事的主人公叫陈斌，他呢是一个杂志社的记者，他到一个叫白沙镇的镇上做一个关于老纺织厂的专题的报道。白沙镇这个纺织厂啊，说起来那可真是历史悠久，纺织厂的水塔更是一处远近闻名的景观。那围绕着这个水塔发生过很多诡异的事情，哎，比如说，哎，有人不明原因的啊爬到水塔上跳下来给摔死了，有人呢喝了水塔底下的井水染了一种奇怪的病不治而亡，甚至于就有人开始传了，说我在水塔附近看到过鬼。那鬼当然是没有的了啊，那所以久而久之这水塔就荒废了。那这个镇上的人呢，对于水塔也是讳莫如深。我们的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啊，就遇到了神秘的小镇姑娘端午。端午，这端午看起来非常的单纯，但是每一次靠近水塔的时候，她就变得非常的紧张不安，似乎好像也跟这水塔有过一种非同寻常的过往。这一切的一切吸引了陈斌作为一个记者探知的这种好奇心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好奇心把他卷入到了一连串诡异的案件当中。你好，请问你几位啊？就我一个人。听说镇上有一家店关门比较晚。哎，你是老板娘吗？我看着不像吗？你呀，一个人点一条一斤多一点。你好，你们几位吃饭吗？不要脸的骚货，干嘛打人啊？老娘打的就是你。大哥，别那个没脸的小孩怎么办呢？你怎么无缘无故打人呢？不要脸的勾引我男人，你说该打不该打？他是你男人？老婆，你别误会，他是我们店请的大堂经理，别听外面人谣传。我呸，别以为背着老娘在外面也要想着我就不知道谣传，呼风唤起浪！你这个小妖精，看老娘今天不扒了你的皮！大哥，转转，别喊了，谁的皮不好？快说，都快说！吓死我了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阿斌，你呢？我叫端午。阿斌，你带我走吧。我真的不想再待在这个鬼地方了，我跟着你去哪儿都行。不是，你就那么容易跟人走啊？你了解我吗？你看着不像坏人啊。不行，暂时走不了，我还要去文化馆一趟。找谁啊？老齐，文化馆馆长。真够骚的，昨儿我还看见他跟五金店的韩志国搂在一起亲嘴呢。他早已经跟鱼火锅那个王老板上了床，亲个嘴算什么？
谁告诉你的？镇上人都这么说。人家有这个能耐，你能说什么？除了那些色眯眯的男人喜欢他，凡是正经男人，有谁会看得上他呀？婷婷，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情，少去八卦别人。哎，木槿，齐馆长在吗？在里面。老齐。哎呦，我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啊？八年了。哎，爸爸，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了？赶紧坐。这样，我现在就职那家杂志社呀，要做一期关于你们老厂系列的专题。我去网上查了一下，这里有一座39年建的纺织厂，听说是当年宋美龄筹建的。你这是帮我们做宣传呢，我求之不得。再说你也太不靠谱了啊！来，也不提前说一声。弄得我措手不及的，你好意思说这话吗？啊，你从毕了业之后手机号码就换了，我去哪找你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文化馆呢马上就拆迁了，新的文化馆就建在纺织厂旁边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听说这纺织厂旁边有一座水塔，跟那意大利的比萨斜塔一样远近闻名，我想去看看。这样，今天晚上呢我去安排你住下，明天呢我跟你去。哎，不行，我现在就想去，啊！我这晚上还有工作呢。行，拗不过你。丁姐，木槿，来进来一下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同学阿斌。嗨。一会儿啊，你们带他去纺织厂和水塔逛一逛。那个，我有事儿去不了。我带他去吧。好。不是，大晚上的，就我俩呀。豆啊，听说你。今天晚上我要堵他老婆过来把店砸了。你明知道他有家室，干嘛还纠缠他？不是自找苦吃吗？老齐是他什么人呢、啊？这么关心他，还被人家老婆打了，活该！你少说两句。程记者，你看，这就是那座水塔，1964年建成的。当初建这个水塔，是因为下旁有口水井，里面的水取之不完。而旁边啊，就是这个战备需求盖的纺织厂。这个在当年应该叫三线厂，对吧？对。看样子这水塔有年头没用过了。自从水塔建好以后啊，前后有人从上面跳下来摔死了。死的那两个人啊，都是纺织厂的工人。这个案子至今都没破。据说啊，有人还在这附近撞见过鬼。哥，是你吗？我哥成天神神叨叨的，做梦都想像蝙蝠侠一样飞走。老齐呢？一会儿就回了。谢谢。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刚快到水塔那会儿啊，这端午就不怎么舒服，感觉像受了什么刺激。你还不知道吧？7年前他在水塔下和那男人干那见不得光的事儿，我就知道
他去了肯定受不了。我觉得端午她也不像那种随便的女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别看她长得秀气水灵，骨子里透着一股骚劲儿。有谁不知道她那德性，见着男人就不知道自己姓啥名谁了，这不才被王耀祖老婆追着打吗？端午的事你知道不少啊。他身上没故事那才叫奇怪呢，如果你有兴趣给他写一篇。来了啊，那个端午这师傅目前把他送回去了。沈阳最终怎么样了？家里有手电和蜡烛吗？都没有。谁？你看见什么了？谁在那儿？像我，你别吓我啊！我什么都没看见。电了，行行，知道了。阿琴，端午说家里停电了，他和木镜都害怕，让你带点蜡烛回去。走吧。你要不来，我跟端午肯定被吓死了。真的假的呀？你们看清外面人了？太黑看不清。会不会是幻觉呢？不会的，屋外真的有人。滚！哈哈哈！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这玩意儿。哎，不是啊，我们光这么干坐着呀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不如这样，咱们呢，一人讲一个故事，先开始啊。话说呀。在解放时期有一个三姨太，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。你什么时候搬的？他说三十分钟以前。你认识他吗？如果从这么高的塔上摔下来，如果早就摔碎了，他的脖子上有勒痕，初步可以断定他是被先勒死以后再移尸到这里的，这里是第二现场。看来有人常住这里，但目前不知道是谁。我爬上水塔后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从上边飞下来。飞下来？你能从那么高的地方飞下来？怎么飞？我有把伞，我快落地的时候就把伞打开就飞下来了。就这个？就这个。
不然我带你们去飞飞。你为什么经常坐在水塔上？上面风大凉快，没蚊子，我可以舒舒服服睡个觉。这个穆红军呢、啊、说话颠三倒四的，我看他是脑子有问题。也许他是装出来的，目的啊就是想迷惑我们。据个厂里的职工和周围的邻居反映，这个穆红军啊和正常人不太一样，他老是把自己当成除暴安良的蝙蝠侠，并且幻想着和蝙蝠侠一样劫富济贫。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做事是不会考虑后果的。那么他杀害姚碧荣的动机是什么呢？被害人死前没有被性侵过，而且他和穆红军并不认识，也没有任何的恩怨呢。你别紧张，我们只是例行对你进行传讯，请你配合。我只是给王耀祖打工的，我跟他没有扯不清的关系，都是那些不得好死的人瞎编，懒得解释。7月21号晚上的9点到7月22号凌晨的5点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和文化馆的馆长老齐、穆静，还有杂志社来的记者在一起。在什么地方？出租屋里面。你们四个人在出租屋都做了什么？那天晚上停电，我和穆静很害怕，就把程斌和老齐叫过来。他们俩买了吃的和啤酒，我们聊了一宿。你喝酒了吗？我没有，他们三个喝了。虽说你和他们三个在一起，但是你还是具有作案的嫌疑，因为他们三个都喝了酒，只有你没喝。找不到人，你还敢自己送上门来？我今天找你呢，就是想和你好好谈一谈。这说话不是很方便，咱们换个地方吧。老娘怕你不成？走啊！那天晚上他们三个都是清醒的，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们。当晚我们的确都在端午和穆静的出租房里。端午真没有离开过你们？没有，这点我们可以证明。当天晚上我们讲了一晚上鬼故事，谁都没睡。喝了一晚上酒，讲了一晚上鬼故事。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。就我们家那母老虎，他力大无比，我根本打不过他，你说我怎么能杀得了他？那天晚上我差点被他给打了，我怎么可能把他约到水塔那儿去？我老婆那脾气我是知道的，他发作那几天我不敢住家里，于是我就出去找了一辆出租车，上我朋友家去住了几天。你不信可以问我朋友和出租车司机，他们可以作证。我跟你保证，重生网不再跟他来往。你的话我信不过。你相信我，老天作证。好了，老婆，过去的事咱们就让它过去。不对，我有一件礼物给你。
本来我是打算回老家的送给你，刚好你来了，今晚我就送给你。阿芳，你把眼睛闭上，我马上会有惊喜给你，你会开心死的。闭上。哥，那天晚上你是在水塔上？到底是不是你家的姚碧荣？我压根都不认识他，我杀他干嘛？你喜欢端午，你想替他出气。我什么都没干，没干。姚碧荣在水塔下被人杀了，你又常去水塔，警察不会怀疑你，会怀疑谁啊？你们这群疯子，疯子！你们都是疯子，疯子！穆红军傻不拉几的，怎么可能杀人？我敢断定啊，就是端午杀死王老板老婆的。警察都排除了端午，你怎么还在怀疑他？不是那骚货还能是谁？他那么狡猾，难道想当一辈子小三儿？可又没想到姚碧荣竟揍了他，他还能咽下这口气，所以一不做二不休，只有杀了姚碧荣，他才能上位。不是我说，你就别瞎推测了。当天晚上我们都在一起，他哪有时间杀人呢？他跟你们一起就是为了欲盖弥彰，难道他不会找人做了姚碧荣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老听他不放？他就一臭不要脸，走到哪儿臭到哪儿的婊子下三滥。你们这些臭男人还都把他当成宝，还说不得碰不得了，就一个字，贱。莫奇啊，这端午真的是王耀祖包养的小三儿吗？小子，你谁呀？我告诉你，你他妈别管闲事。她是我妹妹，这事我能不管吗？你妹？到文化馆干什么工作呀？做馆长。齐馆长，你下周一的招工考试在吗？在啊。怎么，现在后门？端午呢，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其实我也不明白。嗯，
你说一个好好女孩，干嘛去找个有妇之夫呢？以前的端午，善良、天真，现在端午都是钱，变了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我今天早上去集市买东西的时候，听到有人说河边有具女尸，我就赶过来看，结果发现是你们文化馆的丁力，就给你打了电话。开始是姚碧荣，现在丁力也死了。第一现场，然后抛尸流河。据丁力的最后一条通话记录显示，他和他父母通过电话，最后一条短信是一个陌生号码发过来的，带他一起飞翔。难道是穆恒军？镇上只有他一份，那我去查一下。我哥认识丁力，至于喜欢他，没看出来。丁力出事当晚，穆恒军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我没跟他在一块儿。要不是在家里，就在水塔吧。刚才我们看到古镇上接连发生了两起凶杀案，两名死者，被害人姚碧荣和丁力。生前对这个端午都怀有强烈的敌意，死后都被抛尸在水塔附近。经过警方的审讯，几个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几乎呢都能够排除作案的可能，但我们依然感觉到这两个人的死都跟端午有关系。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凶手？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？难道说两起案件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吗？陈斌，陈斌，啊，在想什么呢？我在分析这个杀人凶手到底是谁。凶手是谁啊？这个凶手很可能就在我们中间。陈斌，你啊，就是侦探小说看多了。你要是能找到凶手，还要警察干什么？来。小齐啊，这镇上我还有什么地方没去啊？你没去的地方多了去了，改天带你去。他在比划什么呀？这没想到啊，几起命案弄得整个古镇都人心惶惶。
陈斌，老齐，要不你们俩今晚别走了，我和木槿都很害怕，留下来陪我们吧。主要是我有篇稿子要改。这样吧，阿斌，嗯，今天晚上你留下陪他们。行，没问题。我从小的梦想啊，就是当警察。可是我妈她死活就不同意，要死要活非逼着我改填的学生文。我爸呀，他就是一名警察，可是后来呢，他在一次抓捕匪徒的过程中受了重伤，然后落下了终身残疾。这也是我妈不让我当警察的原因。谁呀？你等会儿，我去看看。我找端午，想单独跟他聊聊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聊的，你走吧。端午，我们之间没有障碍了，我想把这个店交给你来打理，所有的收入全部归你。要我卖身是吧？我不稀罕，你走吧。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没什么好考虑的，快走，走啊。陈斌，你说王耀祖他会不会是凶手啊？觉得不太像，他如果说杀了人的话，他不可能这么冲动。听说过去啊，朝天嘴码头都是山地和野草。木槿，嗯，你看这儿，那是不是你哥？哥。哥，你怎么在水里啊？我是天上下凡的神，我是来帮你消除灾难的。我昨天又从水塔上飞了一次，我又从上边飞下来的。端午，你说你从水塔飞下来的，你怎么飞的？你别信我哥鬼话，看我臆想症。你哥还真有点愚蠢。肯定是他。李静，啊，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这儿凉快啊。哎呀，啊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不知道吃什么，肚子突然不舒服。你等我啊，我去洗个手。前在水塔下强迫我的那个男人就是穆红俊。你怎么肯定是他？他虽然蒙着面，
可是我看见他的腰部下方有一块红色的蝴蝶斑，那是他的符号。很多人都有这个纹身啊。不是纹身，是胎记。他和我说过，他要像一只蝴蝶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。那他既然喜欢你，为什么七年之前要对你做那种事情？他一直都很喜欢我，可是我对他没有一点感觉。断我，我哥对你有点意思。端午，端午，你去哪儿？端午，你不相信我会飞，我真的能飞，我飞给你看好不好？你看。你不要觉得我很坏，其实我非常排斥男人。从小我爸就当着我的面打我的妈，我妈就是被打跑的，所以我天生恐惧男人。那个穆红军就是个杀人恶魔，警察怎么还不把他抓起来啊？听说是证据不足。这号人脑子本来就有问题，我们女生宿舍经常丢内衣裤，大家都怀疑是他干的。最烦这种人了。哎，我可警告你啊，离这种人远一点，指不定哪一天你也在他手里呢。好恶心啊，你个乌鸦嘴，老娘才不怕他呢，他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对了，我已经跟班组打报告说是换岗位，这种垃圾一点不想跟他在一起工作。你们今天怎么都怪怪的呀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七年前你是不是和你哥串通好了，把我引到水塔下面，然后强迫我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？承认我哥是喜欢你，他除了有点神经质外，他绝对是个老实巴交的好人。我发誓我哥绝对做不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。可是戴面具那个男的分明就是你哥。他的腰部有一块蝴蝶斑。我哥不可能杀人，他对你绝对没那个胆儿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怎么飞也飞呀飞不高。都不相信我会飞，总有一天我要飞给你们看，飞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回来。
那条路上。你跟走的时候啊，千万别回头。有人还在这附近装神弄鬼。极端的情感。昨天晚上那个夜魔又出现了。扭曲的人性。今夜还吹着风。我想我实在太爱他了，所以他就埋在脚底下。诡异的真相背后。我杀了他，是为了跟他在一块。是心灵的魔障。在我心里，我是个十足的荡妇。国华大陆剧重磅推出《古镇奇谭》第三季。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一集故事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。7年前，如果强奸端午的蒙面人是穆红军，那么穆红军就涉嫌触犯了强奸罪。根据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，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们看到穆红军的精神状况有异于常人，若经法定程序鉴定他患有精神病，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，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，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，不负刑事责任。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，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7年前发生的这起案件彻底地改变了端午的人生轨迹。他呢就到一个普通的餐厅里做了一个服务员，尽管如此啊，还是掩盖不住他的青春啊，他的美丽。那端午呢还是吸引了很多的追求者，甚至于成了小镇上的绯闻中心，遭遇到了一些女人嫉妒。现在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个案件，2名死者在案发之前都曾经恶语重伤过端午，凶手会是个什么人？端午已经发现了7年前强暴他的人，正是穆静的哥哥穆红军。穆红军头脑不清楚，又是个非常简单的人，他为什么会伤害端午呢？端午的这个发现又会给故事带来什么样的转折呢？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寻找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母亲，母亲，现在我脑中在想，你母亲是畏罪自杀。春天，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一个人害怕。端午呢？在我心里，他就是个十足的荡妇。7年前，端午发生的事情是你安排的。春天，都1点半了，父亲怎么还没回来？7年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了你。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我是王小磊，明天见。